大家好，我是小鱼。今天天气有点冷啊，我出来赶海。今天的那个潮水还没有退得很干，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小小的收获。我去那边看看，那边都是石头，那里没有东西啊。前面去看一下。哎，那个石头我好搬啊，那应该没有东西。没有，那小石头上面有个，哇，啊，那里有块大石头，那个，哎，有个螃蟹，我还想说搬不动了，哎呀，有个小石蟹，啊，那个水杯都弄混了，嗯，到哪里去？哇，有个石蟹。还可以啊，啊，还可以啊，啊，看看，哎，有个小螃蟹跑了，哦，跑了，跑了，跑了，看，两个螃蟹，不要啊，它跑得好快啊，一下就没了，哎，哇，它跑到这里来给我引路吗？这里有个螃蟹，看，这个夹到我的手上。带不出来，带不出来，带不出来，我怕它咬啊！出来了，哇！你还想跑跑？哇！看看看看，啊，那个螃蟹大啊、哦！洗一下，看看，那个比刚刚的大很多。哇！那你看，那个鱼好多，看到没有？那个鱼，那里还有一条。又跑了，那是什么鱼？跑得好快啊！走了，走了。没有东西啊，这里有一块大石头缝里面，我看有没有。嗯，哎，这里有个螃蟹，哇！它藏到那个石头缝里面的，你们看，那个很难弄出来啊，拿不出来，看能不能弄出来。哇，没有拿，哇，有螃蟹，螃蟹，哎呀，好臭，哎呦，哎，又跑到里面去了。哎，出来了，大家看，又有一个螃蟹，有一个红蟹，看看看。这红蟹还可以啊，看，有我半个脸那么大，嘿嘿。哎，又有一个，又有一个，这个太小了，这个没有刚刚那么大，这是个母蟹啊，还不是很肥，不要了，放这里，回去吧。喂，又有一个。又有一个螃蟹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还可以啊，这个螃蟹要了啊，拿回去了。哎，有一个螃蟹，哇，你原来你藏在这里，我都没有看到啊，差点就让你跑了，哇。大家看，这螃蟹还可以啊，今天运势很好啊，看这么多，再找一下还有没有啊？哇，没有了，好了好了。哎，这里有个大一点的，又有一个石蟹，看，哎呦，那个咬我，看看看，太小了啊，这样，那个太小了，不要了。天还是黑的，而且又在退潮。不捡螺吗？这个螺都是全都是抑郁蟹，看到没有？
还都是假的，骗你的，看到没？那个还不大，哇，那个螺还不大，那个是猫眼螺，猫眼螺，那个水好深，那个又是另外一种螺。那边的螺好大。嗯。啊？什么？有鱼。又有一个。巨鸡蟹。对啊，全都是寄居蟹。我给你看我的有多大。哦，我也有啊。我的大还是你的大？我有好多个呢。你看。哇，大吧？哥，你看到大的要叫我哟。哦，我又看到了。看，我一般看到的都是大的。小爷，干嘛？一个还老的。哦，有那么小的？哎呦！哇，这个好大。那大个鬼都是第一次。好，阿周。周，你捡到了吗？只到螺而已。来，海胆，看到没？哇，这个大。行，还不错，还挺大的。太小了。哎呦，那个太小了。哎呦，两个太小了，不要了，把它放了。那个有点难跳出来啊，不要了。哎，这里又一个海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今天的海胆都很小哎。修女螺，我们就不把它卖了，我们就把它拿来把那个肉挑了，到时候给你们很多人要壳。三个。修女螺，我们先把这修女螺收了，一个修女螺。一个纹头螺，还有一个海胆，这个个头还可以。这里也有海胆，看，卡到那个石头缝里出不来，个头还可以哦。越到里面去了，出不来了，我们不要它了。这个螺很大，看，纹头螺，看，又有一个海胆。不，今天的海胆呢，个头都不是很大，我们就不要它了。哇，一个。这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啊，四个，这个都不是很大，四个，五个，大家看，这是没有爸爸妈妈的海胆，我们就不要它了，太小了，那把它放了，等它长大再来。要把那个石头搬开，那个还可以。啊，一个海胆的，有没有我前头那么大？后面还有一个，妈呀，这个大，大吧？这里一个大的。哇，这个超大，我的那个前指一下去我就知道很大。哇，两个。哦，一个，一个，两个，一个，啊，那个的，看，厉害哦，啊，哇，这里一堆螺，顶哥，哎，好大个巨鸡蟹，看，太大了，不要了，这个螺还挺大个的，个的，看，这个小的儿子把它留起来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你说我要是把这块石头搬起来的话，里面会不会有大货？有，很多人想看你搬那个大石头。我要是能把这个搬起来，我又可以去参加大力士了。我还赶什么鬼海呀？啊，海胆，海胆！哇，太小了，这个是孙子都跑出来了。哎，有吗？我好大个。哪里？来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一个，有你的脚拇指大吧？这个纹头螺已经很大了。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刚好一双顶哥的臭脚丫，十个。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纹头螺啊，很像牛屎啊，看到没有？这丢女螺都捡回去是给你们的。哎，这里很多哎。看一下那个水坑有没有海胆，出不来，真的是。
还可以，啊，收了。哇，那个大吧。都很大，一把那个就是我们刚刚捡的，然后船上还有，但是螺呢比较多。哇，太小了。阿平在对面吗？阿平，这小伙子不错，海珠摔到了。他直接砸到上面，小心小心。天嘛，航天了！不能，我一会这一个骨头都疼了。哇！别动，别动，很疼，整个骨头走不了路。降了，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这个腿不要紧，看你看什么事没？这个腿就动的，就动的疼了。今天还因为他摔了一跤，还好没有很严重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了，现在拿去卖了。